但我没有去领证，叫我不要去。你想在在你里面见过是礼拜六，礼拜六上午。嗯，好。他总是他这个周末，他就他礼拜一回去看一下啊。哦，阿姨。他戴着牙套，拿不着。不，他戴着牙套。嗯，他回去每因为矫正一段时间就得调一下。不是，他是每月都在调。嗯，老天用牙套嘛，就是调一下。